你在 KTV 里总是全场焦点，说到流行歌你总是如数家珍，欢迎光临青春 K 歌房，通过包厢主持人小布的考验，你才是下岗的 K 歌王。我是小画饼。哎，我们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啊？小布竟然在前面呢，所以表示这个单元就是要全权给小布负责的意思。所以小布如果主持上面出了什么差错的话呢，一切都是他的责任哦。好烦哦！特别强调这个单元强调互动性的，所以如果有效果不佳的话，不能只怪到主持人身上，对不对？您说世宏也有责任吗？听不讲自己，听不讲自己耶，拖来宾下水吼。好了，不要废话不多说，反正这一 part 就是难得小布拉主持的一个单元。嗯，对，是我们节目暌违已久的新单元哦，迎接我们的杨世宏的新单元。哎，世宏还没跟大家打声招呼，对不对？大家好，我是杨世宏迷弟呀。准备好要跟我来一场 PK 大战了吗？可以，可以。今天 PK 也不是青春小学堂了，因为大家听到就是小布拉主题就以为是青春小学堂，但不是的。今天我们这个崭新的单元叫做青春 K 歌房，耶、yeah. ！好，那我们以下会这个单元会有五个就是小单元。那我们今天先来第一个小单元，就是我们要叫做词不达意。然后这个意呢，小画饼非要我就是强调说这是翻译的意，对，很重要，这是我取名的那个双关的小巧思啊，硬要强调这是双关小巧思。那为什么是有双关？就是因为在这个单元要进行什么呢？就是说我会念出一些中文或者是英文的歌词，但这歌词不是它原本的歌词，是经过小布呢在 Google Translate 精心挑选了各种语种以后，再重复翻译了大概三四次以后，才回到原本的语言。对，相信应该是面目全非的，对，所以就增加了这个挑战的难度。没错，所以我在念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单元进行的方式就是我在边念，那如果参赛者我们的消化饼或是赤红想到答案，就马上反正会用抢答的方式，我念到中间你们想到是答案，就马上按一下抢答铃，就直接喊就可以说出答案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词不达意。这个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仔细听好。到达这个港口，才第一句耶，谁你哦，小浩明哦，又来到这个港口，好强哦，好强哦，徐佳莹失落沙洲，哎，那我后面都不用了嘞，那我刚才就真的是很不经意就不小心唱出这首歌，是啊，对啊，对啊，我默契到，好，那唱出我心里就已经被唱出来了。对，第一题就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哎、yeah. ，你怎么才我才讲几个字你就猜出来了？太可怕了吧！港口是个很重要的线索、啊，港口很多都有港口啊。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破题啊。那我们来看看第二首哦，第二首，不会我又抢完第一题就有人抢答了？看看这把刀，剪掉我的身体，什么东西？研究我的风雨，这个圈子，这没有改啊。研究我的风雨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吗？对，你要听副歌啊，副歌翻译得很好笑，让我念副歌。副歌的部分是：首先孩子在哭，其次他们学习游戏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它是关于青年。好了，这样大家都知道了吧？嗯，好，好，我们一起唱。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学游戏。就是杨丞琳的《年轮说》。恭喜小哈饼又答对了，呜、yeah. 哦！哎，这个单元太强了，对啊，小哈饼好强哦，是我那个翻译的那个太简单了。你说你当经过三四道哦？我经过三四道，而且不同语种了，我经了泰文，还有什么捷克文，还有什么克罗埃西亚。所以现在我翻译这么厉害，很厉害。AI 的时代果真到来了。是的。好，接下来就是小哈饼能不能继续保持优势哦？因为现在是英文的部分喽，可能英文歌词、okay. 小哈饼比较不熟悉。所以这些答案都是中文歌吗？还是没有，我讲的是英文歌词，所以它就是英文歌啊。Oh, okay. 嗯，就是用它原本的语言讲。OK， 对，所以现在这是英文歌喽。I have a desire in the well. Do not in the well. Do not ask me. I'll never tell. When he falls, I look at you.
Are you coming? Are you coming? Okay. I want to change my soul. Coins and penny coins. I do not watch it. But you're on your way. Our stand is worth it. 这比较难了吧 Torn jeans, skin shown. Hot night. Hot night. 我知道 Choice fun. 菲菲答错了哦。等一下那你还有抢答的机会、嗯、还是我继续讲要到副歌了还没到副歌还没到副歌你听到什么继续讲哦继续讲哦好刚刚讲哪 Torn jeans skin show Hot night Strong wind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Hey I met you 又讲了 Call me maybe 对了嘛就 Call me maybe 啊这个旋律恭喜世宏得到一分跟 B 段一样哎、欸。对啊因为他后面就是我已经尽量改他还是就是一样就是其实那个 Rip Jean Skin Show 那边就一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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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就是 Rip Jean Skin Show 那一样啊我还说你 YG 的跟我一模一样对对对对傻的 baby 好哦那我们来最后一题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题了哟仔细听也是英文歌哦 Look at the bottom of the glassI hope you dream in one day, but dreams come. You will see it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Maybe you understand. You have to leave everything. But this light only needs light when it clears up. When the snow started, I left the sun. I only she knows when you love her. When you feel less, you know. When you leave the house, you hate the world. Only she knows when you love her.You can release it. 什么？没了吗？副歌了，副歌了。刚刚那段是副歌结束了。你确定只有在 Billboard Top 100吗？这首歌蛮红的啦，不可能不知道。你确定我会知道？你应该会知道。Snow, 这首歌蛮红的。Snow, Sun. 其实蛮明显的是 When you leave the house, you hate the road. 类似。你不要拘泥。不要拘泥它的那个词句，你要意思相近的就可以了。那个 building 关键同义字就意思他一重复啊 when only she knows when you love her only she knows when you love her you can release it release what? release her 唉是要公布正解了吗感觉是一首抒情歌是抒情歌哟而且他的歌词再给一个小提示就他歌词有原本的歌词其实有很多的对比No idea 直接放弃吗五四三二一放弃了希望很可惜好就是那个 Let her go 啊他生日啊就 release 变成释放就变成释放 Let her go 就是 release 对这个是比较难的啦这蛮难哦前面你太快都答出来啊总要给一点难题啊好魔王题是不是对啊、okay. 魔王题所以很可惜第一个单元竟然由我们的地主队消化饼获胜了恭喜恭喜耶、yeah. yeah. 所以我们第一个小单元是消化饼获胜那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小单元就是 K 歌活字典嗯哼那个小布个人觉得是比较无聊一点啊就是呢这个单元呢就是来请大家唱出歌词里有小布所指定的词句的歌简单来说比如说我现在是假设题我就说我出了一题就说 K 歌、嗯、那你们就要参赛者就要开始唱就是歌词里面有 K 歌的这个词句的歌、嗯、然后而且要唱出那一句歌词要唱出那一句歌词歌名所以歌名不算哦那一首歌里面有包含那一首歌的歌词嗯，所以歌名有比如说 K 歌这样就不算这样一定要那个歌词里面有才行、嗯嗯，就轮流嘛，就是看、欸。我一定超暴弱，我都不听歌的。没有关系，中英文都可以，中英文都可以啦。啊、okay, okay. oh, ，OK， 中英文都可以。对，然后反正就看谁先唱，然后就一直轮流，然后轮到那另外一位参赛者已经想不出下一首，还有就是哪一个有含有这个字句的歌的时候，嗯、如果超过十秒唱不出来，就是算输了哟。嗯，那我们第一个暖身赛来简单一点嘛，前不久才刚过了七夕、嗯，所以我们来简单一点是。请唱出歌词有“爱”这个字的歌就可以喽。爱，谁先？好，猜选，猜选吧。你要先发，他先，他先。这是我消化饼先发。爱很多啊，拜托一下好不好？这是
送分题耶。好，开始。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 ，babe， 一直在等你。OK， 好，爱简单，爱简单，再来。爱情三十六计，那那那，随时保持美丽。好 ，OK， 爱情三十六计，再来。跟我说 love love love， 大声说 love love love， FIR 的 love love love， OK。如果这就是爱，就该在这里勇敢留下来，等等等等，等等流泪。恋爱百分百，其实知道你的心。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OK。十九八。Loving you， loving 也算可以了，可以可以算。好难的，来哦，再来哦。十、九、八。爱上了一条街，去这儿问一下那个蔡依林，爱上一条街。好，来专攻蔡依林。真的是蔡依林很多，把它唱完那就没了，是不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闪的对唱，对唱的。哦，该我是不是？是哦，是哦，不要装死。啊，爱，那个算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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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我们先算一过了，算一过了。我要我们在一起。好，很多啊，其实很多。可等一下会破梗，叫。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噔噔噔噔，呜呜呜呜，被抢了，被抢走了，被抢走了。十九八，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七六。啊，我干嘛了？我爱的人是我的爱人，爱我别走。如果你说有唱过吗？有，没有，没有，还没。标题这么快吗？就这样才飞呀！快逼杀，逼杀！很多很多。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很作弊耶 ！I will always love you。OK OK， 再来。十、九、八、七、六。这首主打歌，爱爱，有吗？爱爱主打歌，爱爱主打歌，一 ，sorry， 这一局消化饼险胜，还真的是临时想不出来，好难哦，很多啊，还有很多都没有啊，周杰伦有很多啊，忘记周杰伦，且当爱啊。有什么叫做爱爱啊？拜托，好啦好啦，他算是接了蛮多首的，所以这一个那个怎么唱？爱的朱大哥，那个是你是我的朱大哥吧？没有爱，你是我的朱大哥，谁没有爱？没有爱，那首歌不是叫爱的朱大哥吗？是对啊，对啊，可是他没有爱，歌词里面好像没有爱，无情的朱大哥，无情的朱大哥，下一个喽，下一个稍微好双脑，有一点点小难度了，就是相信。好难，请唱出歌词里有相信的歌曲。其实也蛮多，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不少，可能比较冷门一点吧。所以换他先发，对不对？嗯，就换世宏先发。I believe， 嗯哼哼，就在那家门口。OK OK OK， 好。我会永远相信完美的诺言。苏打绿的，真的，我就立马就是没了耶，相信。相信，相信，直接马上编出一首歌。杨世荣的，杨世荣的，九八。Your beauty got as a woman, Ariana Grande got as a woman. Okay. Ariana Grande 都出来了。Sorry, unbelievable. 中文也不少啦，相识。九八七，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孙燕姿的相信，哎，对，有。你会相信爱
存在。我哪有靠这种？相信，相信，相信。你讲出歌手，我就给你过。相信。十九八七六相信五相信四三相信我相信一耶、yeah. 哦！我知道 ，Sorry， 他已经跳出来了。你可以那太难了。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怎么又忘记这首嘞？哦，哇，太难了，太难了。哎、欸，小比真的蛮强，对，很强啊，真的是哦。综艺的比较强哦。我中文流行歌好，整个好弱哦。好，没关系，现在你的主场来了。好，接下来的是英文，就是英文字啦 ，Baby。Baby， 那 Baby 的中文是什么？宝贝啊，随、啊、便呢、啊、都可以啊。好喽，肖亚饼先发哦，来吧。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好猛，宝贝，对不起。Baby, oh, like Justin Bieber， 欢迎啊，肖亚饼。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好过分哦。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这么 baby 很多 baby 很多 baby I love you， 自己编一首哦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还有还有什么 baby 啊，很多啦。十九八七宝贝六五四三二什么啊一 baby sorry baby 输掉了，世宏好像有想法了，唱给他听。宝贝，快张开你的嘴。宝贝，他的歌，快唱歌！你刚才唱过了，刚才唱歌里歌。对，哦，刚刚都没有注意听，我被发现了。刚刚听歌不认真，很多。我会吐沙，啵啵啵啵。非常棒。Oh, sorry， 很可惜的，这个单元就没有喽。英文的部分消化饼好像比较弱，所以可是前面的得分比较多啦，所以第二个小单元恭喜又是消化饼得胜咯。哇，连下两个小单元，恭喜。好了，今天宿醉啦，不好意思，解释一下是不是。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第三个小单元，叫做全员 MJ 中。嗯哼，如果不看日本综艺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就是一个官八比赛的一个日本综艺节目，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很强的选手叫做 MJ， 就是要跟各方来的高手来 PK 唱歌就对了。那这一个单元进行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由我们的消化饼跟我们的世宏来 PK 唱一首歌，用我们的 APP 来作为我们评分标准。啊，可是要唱高八度吗？他可以降 key 吧，我是都唱原 key 啦。哎呦，挑衅 sorry 挑衅哦。说爱你，刚才爱没有唱到，说爱你对。好，那就说爱你吧。好，现在决定 PK 的歌曲就是蔡依林的说爱你。哇，那所以是小阿明都蔡依林耶，小阿明先发，不很尴尬吗？是我决定的铁粉。那就由肖化饼所演唱的《说爱你》。Oh my god！ 而且你们这样听不到伴奏哎。对啊，有够尴尬。自己干唱。我要笑死。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去看你，多多不经意直接飘过去，还窃喜你
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跟风与自我，生存生回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有人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结束了，公布成绩，我拿到了3282分。真的好哇，这个记得哦，3282。啊，三二八学校了，嘉宾的成绩。天哪，好紧张哦。的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或许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的恋爱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好，我们来看世宏得到了几分，3029分，哇，太棒了，所以我赢了，狂喝狂喝。各位观众，从今天开始我就要离开我们的歌手圈了，竟然输给小花瓶。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怎么会这样？ What happened？选错歌曲了吗？今天 PK 成功，让我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松，你听到了吗？其实是我就是昨天晚上对朋友约出去喝酒， oh。 然后不小心就是你知道，就喝得很开心。今天早上醒来就有点不要，没有在状况里面。对啦，每个歌手都会有一点就是状况不好的时候嘛。消化饼真的唱歌很厉害，对。今天不是我状态不好，是消化饼真的唱的，就是大家一定都会很喜欢嘛，所以、就是、对，超乎预期，超乎预期，惊艳众人。好了，停在前面就可以了，后面就不用了。哎、欸，傻眼，今天医疗题，然后我也错，然后那个音感我也错，然后今天唱音准要输，证明我们节目没有 say 好。对的，没关系的，没关系。不行不行，之后会有好的。对 对， 对，之后再给你来机会，有那个确实的机会。好，没关系，反正前面三个单元很侥幸的让烧花饼都取得胜利。那没关系，我们来看看最后两个小单元，看看世宏能不能反败为胜喽。进行的第四个小单元叫做争分夺秒，听起来很紧凑的一个单元。对，没错，就是这个单元呢，是说先给一点小小的提示，关于这首歌。再来，参赛者就要根据我给的提示来猜说这首歌会不会是你比较熟悉的领域啊，所以你就要报说你认为你最短可以就是听出来这个前奏
是哪一首歌的描述。然后如果你比如说小花饼就是觉得这首歌他很拿手，所以他直接爆出了五秒，所以他五秒内就能听出来。那如果他让他得标的话，就可以来进行我们听歌的部分。嗯哼，那如果听完以后他还猜错的话，那就自动的就失分了，对方就自动得分了。好，就是一个得标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嗯，没有错，所以总是会有人得分的。对，就是要看竞标的技巧怎么样子。是的，然后要看我给的提示啊。对，我觉得最可怕是你的提示吧。对，你可能以为我讲是这个，但是其实是另外一个、哦。对，每一个歌我都会给三个小提示。好，嗯，好，那我们因为介于世彤好像英文歌曲比较强的，所以我们从英文歌开始。好，这一首刚刚讲的第一个小提示就是它是一个英文歌曲，然后它算是电子舞曲类型的。嗯。第二个小提示哦，第三个小提示就是它是一个两个男人的组合，这很大了吧？一个两个男人的组合，好，非常畅销的。哦，用额外给提示 ，Oh my god， 非常畅销的一首歌。两个男人的舞曲，两个男人的舞曲，奇怪。应该说主要这个组合是两个人啊，这样子。主要这个组合是两个人，但是跟别的歌手合作也不是不可。好，我决定。对。那开始吧，那谁要先竞标咯？十秒，这么短、哦、一来就这么短。九秒可以听出来。八秒三五，他放不了八秒三五了。他给我整数，不好意思，请报整数，抱歉，技术问题。八秒，恭喜你得标了。八秒就要听出来哦，这首歌。我觉得是 OK 啦，八秒哦，来哦，第一首哦。好，八秒了。八秒，我有听过。前奏听出来吧？我前奏八秒，我觉得 OK。还好我没有竞标，还好消化饼没有竞标，消化饼以一个就是比赛技巧的来方式，对，现在就可以剪现成了。来哦，世彤要给你答案咯。可以的，这是一首很畅销的曲子，应该可以的。不然我们重复听前面的八秒。对，再听一次前面八秒。好，听众朋友可以跟着一起猜。Closer。世彤答对了，有没有都跟小布 ？Sorry， 没有如你的意。好哟，所以世彤就先下一城。对，第一首就是 Closer， 就是 The Chainsmokers 的歌曲。好，那接下来再来第二首哦、嗯。那还是英文歌好了。OK。第二首也是一首英文歌，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是它是一个英国的乐团哦。好。第三个人提示给有点烂。他曾经在超级杯上表演过。我知道了，你知道了，我也知道哪个乐团。来吧，那不是很多歌啊，所以不知道播哪一首，除非你都很熟。我其实来，消化饼先。八秒。哦。哦。八秒来着。七秒。七。七秒是不是？嗯。六。我不要了。OK 。有，恭喜由消化饼得标。六秒要猜出来哦。好，我可以的，可以的。OK， 来了，第二首歌。Come up to me, I'm sorry。 我知道了。报告各位听众，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曾经花了7800元去听他们的演唱会第一排，所以堪称是铁粉了。铁粉了，嗯。这首歌就不要答错。这首歌其实是 Call Me Maybe。 Coldplay 酷万乐团的 The Scientist， 科学家是吧？对啊，没错。答对了。The Scientist 给你了。好，现在一比一了、好，那接下来只要两个人都猜不出来了。 OK。 不要小看我们，跟你讲。好吧，这一首歌蛮特别的，应该算是中文歌啦，可是它中间就是夹杂了不少英文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合作的歌曲，是某个知名人跟另外一个很重量级的合作。好，这样，然后是天后级的。好，提示就到这边咯。中文歌的话，我应该还蛮有信心的。中英夹杂的歌曲，
是吧？大分子他做的哦，我知道了，要做歌曲哦，天后级的都是天后级。好，我可以直接抢答吗？要听音乐啊！三秒，刘文静，三秒，三秒，讲三秒，三秒，哇塞，哇塞，哇塞！你不用了吧？三秒不用逼了吧？不是啊，那如果反正现在已经笃定会拿到了嘛，那如果我给两秒的话，还有机会啊。哦哦，是不是？你就要逼压逼他那个降低秒数，对，好，对，两秒，两秒。怎么样？我放弃竞标。好，恭喜消化饼得标，两秒钟，两秒到底是什么概念啊？两秒，我来听看这一首歌曲。哦、我刚才会那么笃定，就是想说，哦，我知道哪一首，可是我忽然想起来，你说。我这一题是我们比较不会知道的，没有，应该不是。我说我觉得比较难猜，因为它前奏的声音。两秒、哦。好，来了。哦，多给你一秒了。只要两秒，赤红是作战策略。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跟我脑袋想象那首歌一样。真的、哦，那就 OK 啦。好啦，就随便吐出一个名字啊，让你就输就好啦。我从小二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女歌手，当时她还很清纯，留着一头黑长发、oh、my God， 唱着 Don't Stop、oh.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另外一个重量级的天后，很可惜没有机会看到她的演唱会。这首歌曲就是蔡依林跟 Ashley 为合作的 I'm Not Yours。 好强、哦、好强、哦，所以你是故意在吊我两秒吗？哇塞！所以你其实都是套路好的。我刚刚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歌、啊。那你后来听这个你就知道哦。对啊，三秒而已耶。他在收那个字啊，快点说出来！你看什么？好厉害，太强了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对啊，他前面应该听不出来啊。好，恭喜恭喜！可恶，我让他飞走了。刚刚应该直接一秒的，好可惜。那所以这个单元，像又是。画笔获胜吗？啊，小三弟哦，就好了，时间关系。对，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单元嘛，时间关系就恭喜小画笔，又赢了一个单元，那我们是否要再加油喽？好啊，好啊，好，最后一个我最期待了。Oh my god， 你真的很故意，就想听你弹钢琴了。你好烦哦，反正最后一个单元就是叫做小布诺钢琴发表会，就是这一个单元，感觉就是小画笔私心想要来恶整我的一个单元。就是啊，两位参赛者要听小布，就是要听出小布在弹哪一首歌、嗯、但是小布事先没有找谱的，所以就是一个凭空听音的概念。没有啊，他其实在家练了好久。你很烦耶、欸、你干嘛这样子啊，你再这样子我就把谱找出来，我跟你说。钢琴发表会，钢琴发表会吗？你来啊，我看你来不来得了啊。好烦哦，所以对，可能前面听出来就是K， 应该听出来就是很 K 就对了。然后我觉得这一单元比较主要是凭实力，凭运气而不是实力啦。就是感觉你要跟小布的脑波有接上线才知道我在谈什么。所以那我们来进行就是第一首歌曲哦。小布先想一想要弹哪一首哈？哦，对，这个进行的方式要用抢答的。好，开始喽。嗯。什么？就这
样啦，不管。噔噔噔噔噔。有吧？什么歌啊？啊，随便了，就这样，我尽力。哈哈哈哈哈！一首就放，一首就放弃。结语是随便了，我尽力了。嗯。有吧？有听出来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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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提示吗？哎，这个提示在这边有啊，这边蛮那个的。啊啊啊！我知道，我知道什么什么啊什么啊？敢讲啊？那才不是副，那不是副歌吧？我说没有一定副歌啊，我就说不一定啊。什么人你说说西多西拉说西西西拉拉说周杰伦的晴天，对嘛、啊、前面嘛就前面的小风，不会吧、哦、有可以吧、啊、好难，我没想到这个这么难，这很难，我怎么超难，所以下再一题就好了，好不好？你这心灵受创对不对？小布的折磨了，可以吗？可以，就是嗯，再一题哈，再一题就好了。嗯、那我们来一首英文歌吗？算算，还是一首中文歌，很简单的好了。好，中文歌很简单的，我想一想啊、哦。嗯嗯，手指头在动，然后脑袋都完全开始放佛系音乐，佛系宇宙银河在飞来飞去的，对，老派的。好，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了。可能跟弹奏者的心态有关吧，所以世宏答对了，所以恭喜，最后这个小单元就是一个拉平的结果，打平的结果、嗯哦、不过可惜就是前面的小单元都是消化饼胜利，对，所以这样综合下来，恭喜这整个大单元的青春 K 歌房最后的胜利者就是我们的消化饼，谢谢大家，谢谢。我觉得梁世宏算是很客气啦，对，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谦虚有礼的孩子，是，所以我才会有机会可以获得这样子的冠军。我觉得处于一个就是粉丝来上喜欢的节目，然后被凌迟，好可怜哦，这听起来好像我们很坏、欸。所以难得这次地主队的消化饼竟然取得胜利耶！好，所以那这个单元呐、啊，世宏要播什么歌给大家听呢？播出来的歌，那我们来播一个开心的好了，因为最近就是消化饼前两天也有看我那个表演嘛，嗯，就我最近在进行这个两人同行一人免费的巡回演唱会，嗯，不过就是因为售票的关系呢，有一点点要接近轮回演唱会了，不过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然后这首是就是同名的歌曲，也是在原来你是这种人 EP 里面
第一首歌，它叫做《两人同行一人免费》。对，这首歌是在讲前任约你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状态会有多尴尬。然后，其实我在里面唱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很可爱的方式，唱出对人生跟前任的恨意。好，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趣诙谐的感觉，我觉得是，我想应该也是世宏想要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没有错，很酷的一首歌，叫做是两人同行一人免费。五六七八，你期待的好戏即将上演，今天是你的番外篇，对我来说故事已经完结，可惜你还留恋。呜呼，一定受爱，他又可爱，你放不开爱，爱所以依赖天，相约时间宴吃饭，吃饭。两人同行一人免费，见面变成道歉大会，晚餐配上你的忏悔，尴尬的是不下咽，我最讨厌你装可怜，虚假表情，说谎的嘴，今天我绝对不服气，因为你浪费我时间。小心删掉了你的来电，听说你相约时间吃饭，哎呀，我才没空陪你吃饭。我怕两人同行一人免费，贿赂我脆弱的心眼，下定决心打你的脸，戳戳闸门今后的狗血。我最讨厌你装可怜，假表情，说谎的嘴，今天我绝对不破戒，因为你浪费我时间。浪费我时间。